get boom boom boom, that boom boom boom。嗨，大家好，巴尔奇又来给大家带来第五人格的视频了。刚解决掉佣兵，我们就发现了医生在我们前面瞎逛。好，我们举起我们的钩子，看能不能钩中他，骗他的走位。诶，勾到墙壁了，没关系，抽一刀。好的，放椅子上。看到电机在摇，过去找我们的小蛮女吧，传送就不用了，反正距离也不远，走过去吧。来来来，蛮女，接受我的制裁。要不我们还是放了他吧，假装要杀他，然后我们一直跟着他。就这样跟了很久很久，蛮女也没有反应过来我是佛系屠夫，唉，也是傻的可爱。医生被救应该是要去开门了吧。诶，医生竟然想自己一个人逃跑，你竟然不管你的队友了吗？对你这种人怎么可能会放过你呢？你看看你的队友，蛮女都对你不离不弃，你却想把门给开了逃跑，不能走不能走，抓远点。哎，还想跑？你躲得掉我的钩子吗？把你俩都放进教堂里。医生又想跑，不会吧，蛮女是你的队友耶。哇，跑得这么快，我想蛮女心里一定在咒骂这个小家伙，算了，回去把我们的可爱的小蛮女给放了吧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个关注并转发哦，那我们下期再见。